估计的话到明年就马上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我的牡丹看了，可以有大概给老总，哎，刚好就贴翻，贴翻到户口本上没有的。好了，那需要也得写在网上。好了好了。然后，啊不，他他你没被三江标干嘛嘛？我觉得寻日嗰啲系真系解晒冻噶啦，会唔会系啲面包放太冻？因为我寻日翻到嚟，我有个 visa 到我冇生实咧，所以咧个 visa 咧解晒冻，喷面粉。完全用曬雪啲麵包糠，都完全用曬雪嘅話，用嘅話就應該好食。